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样的，他的母亲玛利亚已许配给约瑟，但在他们一起居住之前，玛利亚因圣神而怀孕，并已显示出来。她的丈夫约瑟是个正义的人，不愿败坏他的名声，就打算悄悄地休了他。约瑟正在思虑这事的时候，上主的天使在梦中显现，对他说：达美的子孙约瑟，不要害怕娶玛利亚为你的妻子，因为她是因圣神而怀孕的。她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这一切的发生是要应验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：看，童贞女将怀孕，要生一个儿子，人们要称他为厄玛努尔。那名字的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。